为什么呢？有时候啊，我拿这个瓶啊，是做了一个说唱艺人，他在敲着一个鼓，在唱，所以他上边敲的这个点呢，你看，如果敲着话呢，他必须得和我这个什么得配合起来，跟着节奏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上边迎人这个动作和我脚上这个动作一定要合起来，哎。 他前车手里捏他，你看手这个噔噔噔噔噔噔，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他就打起这个，这没有这个。这是我脚上敲这个点儿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这样呢，他这个上边他就合起盆来了。因为我听就这么一个节奏，所以必须要练手上的。啊，先练手上，然后再练脚上。四线功，四线功的，二线功的练不会。 哎，我说这一得二十年，二十年功的练不会。剩下那个老头家还得40分钟。咱那个文化部的专家就曾经跟我说啊，说老范，你怎么必须得20年？行，咱们准备，咱们很少，哎呀，长期，亲戚，啥子在表演出来？啊？啊？没事没事，看。 是，我这个都是可以扯下的。你看我要走的时候，我要拆了，我拿下来。这一个是我在这废废的一个鼓槌，有时候它敲着敲着要断。哎，时间长了它要断。This is the spray. The spray. Stay. The drum. In the performance, it breaks. And again. 就把它换上了。你看我这个它都是变的拆卸的。如果我做飞机的话，就全部拆掉了。拆掉了以后，就装的箱子里边。这个这一个你看，这是这样的。这个这锤儿，我这个锤儿摘下来，这个就拿下来了。耶！哎呀，你是广西的是吧？澳门的。哪里？澳门。哦哦没哦，哎呦，我们一五年我去了，在那啊15年叫汉什么汉庭广场，这叫什么？在那个地方有个我在那里演了一个多月。一个多月。啊。哦，这是艺术节吗？啊啊，是5月份啊。是好像是15年的9月份。